多厉害了，兄弟们，又回归了，咱们家小牛又回归了啊！我给你们看一下子，兄弟们，你总是怼他干啥呀，赛文呢？啊？起来，起来！小明啊，坐好了。你看，你能怼他干啥呀？这个牙，这个牙印儿，看看。哎呀，又怼开了，好了，又给怼开了。别舔了，别舔了你。用缝针吗？就一个牙眼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服了！你别他妈舔他了。我就问人家了，我问那个宠物医院的，人家说给上点碘伏就行。有消毒水是吗？有消毒水，再给他消一消，这都好了。三总稀罕他，总想稀罕他。等会儿，兄弟们，等会儿啊！都他妈老四干的，真的，老四一天天，你瞎吗？看不见他干嘛是吗？别打三万，不是打三万，兄弟们，我是不让三万怼小迷糊，知道吧？小迷糊过来，来，小迷糊来，快来！你别舔了。老四打老四几回就好了，你打的白费。三儿，你别舔他了，我给咱小菊花再上点药。气死了，气死了！云青儿呢？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上那碘伏，上碘伏就行。我问你呢，我说用不用缝针？他这块儿吧，就老四一个牙印儿，知道吧？老四牙穿进去了，啊。啊，你不是，你说你爹多狠，啊？你说你爹多狠？啊，小明啊，整个臭氧贴粘不住。回到这个用碘伏呢，兄弟，用碘伏把干啊，用碘伏把干，没事。
沙疼，流血了，圆白的止血，小明是16生的，能不能不舔了啊？你到底是心疼他，你还是害他呢，赛文啊？你心疼他，你还是害他？啊？老四咬的，别哭啊，小明我啊，别哭啊，老爷给你擦擦啊。你说你，小明，你没这个金刚钻，你说你非得跟他嘚瑟啥呀？啊，你就不能躲他远点儿啊，小明啊？哎，那你躲打不过，躲还躲不过吗？啊，是不是？躲着点儿啊。你咋这么实在呢你？他是什么揍的他呀？啊？他这么咬你了，你说你还跟他好啥呀？都好啊啊！这脑瓜都肿了，你瞅瞅脑瓜干几个眼子？一个眼儿，两个眼儿啊？三个，四个啊？胳膊上还有，你瞅瞅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手上也有呗。我跟你说吧，兄弟们，老四吧，就家里头真不能养俩公狗，兄弟们，真不能养俩公狗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经验，兄弟们，这都是经验。啊，俩公狗是真他妈干仗。我给你看看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你看看啊，看了吗？看这胳膊。看这一个了吗？啊，看这了吧？来，来，小明娃来，看这个，啊，这个眼儿，看了吗？啊，这个有眼儿，啊，就是有眼儿。就是有眼儿，这都八是前两天咬的，看着吗？这都八是前两天咬的。嗯，这那次大腿那次还有一个，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孩子！这头也有啊，啊？不是，以后你可离他远点吧，小迷糊。小迷糊也欠儿，你也欠儿，哎呀，你也配跟老四闹啊？你啥体格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怎么了这？你瞧老四翘二郎腿，你瞧老四。再彪老四，真的，你说气人不，兄弟们？你说气人不啊？你瞅瞅，啊，你这腿翘的，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孩子跟没事狗似的，哎，跟没事狗似的，你瞅瞅他，哎，为什么不教训老四？我教训他了，咋没教训他呢？老四啊。老四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老四，四哥，
四哥，好不好使，老四？我发现四哥这孩子，我发现你是真那么行，老四啊？那找对象去，找不找对象了？靠，你叫小母狗要不要？走，找小母狗去。找不找？走，小明子，带你找小母狗去了。啊？你哥，你可算他妈睁眼睛了啊！老师，你可算睁眼睛了啊！哎，真的，以后你啥吃都没有，老师，真的，老师，以后你啥吃都没有。嗯，你在里头待着，你在里边好好养老吧啊！你在里头养老吧啊！小明进去，小明回去，起来，小明进去，小明进笼子，小明进去，小明进笼子，你进去，他们总欺负你，你进去，小明进笼子，快进，小明进笼子，小明进，小明进笼，上里边待着，去，你进去，你看你这孩子。你进去，小迷糊，你进去，他总舔你。等你好了再出来玩，行不行，小迷糊？等好了再出来玩，行不行？你瞅你脸上这道疤，你瞅瞅。啊？你进去，你进去，你跟我翘腿有啥用啊？我稀罕你的腿，我稀，这有啥可稀罕的？蛋都没了，你瞅瞅，蔫不拉瞎的。你进，快进去吧，你看你吧，你快进去吧，没人惦记你。哎呦我天妈，小迷糊，啊？小明进，三文总舔他，三文总稀罕他，你快进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小明，快进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在里边好好养，好好的啊！我教育教育老四去啊！蛋呢？蛋他妈掉了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们家的直播间，兄弟们啊！哎，欢迎大家伙啊，笑一笑老四啊，大家有需要迪特除臭剂的兄弟们啊，咱家第一个链接迪特除臭剂39.9两瓶啊，家里头除臭啊，有味儿啊，有异味啊，腥味臭味啊，迪特除臭剂非常好使啊，这个你瞅瞅你老四啊。你知道错吗，老师？老爷下午说，我给你开过一顿，你反省咋样，老师？反省了吗？四哥，你反省了吗？四哥啊，正眼瞅我啊，老师，你反省了吗？啊，你这爹咋当的？啊，那小迷糊是你儿子，老师啊？啊？那是亲儿子，老四啊啊！那以后给你养老的，老四啊啊！长子啊，老四啊，是不是长子啊啊？太子啊，老四啊，那你老了怎么办，老四啊啊，谁管你啊，你说你这样谁管你啊，单身汉一个啊，就你这样式的不注定单身呢啊，等岁数大了老单身呢啊，你有伴儿啊啊，你儿子不管你，以后谁管你啊啊，你说你俩天天干啥呀，你干他干你的啊，不这抢你媳妇了啊，老四啊，跟你争啥了
啊，争美女了，抢房抢你房子了，抢你车了，还抢你存款了啊？你说你这么对他，那孩子那么小，你这么对他，小老师啊？一点不听劝，谢谢大家伙啊！他妈服了，真服了。好了啊，不能笑。你看我一说他低头，找媳妇去啊！这去去去，去找媳妇去不去？去老师啊！啊，那你怎么对你儿子？你告诉你怎么对他的啊？在里头待着吧，你反省反省吧。我明天早再问你一遍啊，明天我再问你一遍，老师反省的怎么样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反省不过来以后别出来了啊，在里头养老吧，你在里头。别的，别啥别呀你啊？你说不就不啊？啊，你早寻啥去了？你早寻啥去了？老师，早寻啥去了？啊，早寻啥去了？啊，比划啥呢？比划啥呢？啊，比划啥呢你？啊，干啥？啊，比划啥？啊，我你是不是精神失常啊，老四啊？我发现你是不是精神失常啊？你比划啥呢？你在这儿啊？在这反省吧，啊，反省吧，啊，待着吧。别教育老四了，哎呀。哎，服了。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有想买迪特除臭剂的啊，迪特除臭剂39.9元啊，咱家迪特除臭剂39.9元啊，有想你想想吧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又磨叽了。行了，别训了。你看着吧，你信不信我把小迷糊。我把小明和老四他俩同时放出来，小明还得挨咬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兄弟们啊？他是无辜吗？他是犯困的知道吗？啊，不信。你可别试了，可别试了兄弟们啊，可别试了。那小牛都成啥样了还是呢，那小牛啊脸都成马蜂窝了都。大伙啊，大家都心疼小牛是不是兄弟们啊，哎没事。我给你买好吃了。行不行兄弟们啊，啊小牛想不想吃小牛啊，兄弟们说给不给他吃小牛啊，真可怜小宝贝儿啊，小牛啊来给你整好吃的了啊。啊行，小迷糊，是不是？啊，老爷给你买的大辣椒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大辣椒，小迷糊，好不好？啊，小迷糊，来给你扒开啊！哎，来，小迷糊，是不是？你别哭，小迷糊，别哭啊！这个辣椒不辣，小迷糊，来特意给你买的大辣椒啊。那小喵就喜欢这口，他就好这口。嗯，哎呀，小喵吃起来大辣椒真高兴，啊，小喵真高兴，嗯。小迷糊老善良了，小迷糊得上火，救火没去，又来添加新火，哎呀。
小明粉丝们都不干了啊，让老师咬他，嘴疼张不开嘴，好不吃小明啊啊，小明愿吃这个辣椒行吗啊，你给他肉他不吃，我给小明啊老给你整肉肉吃啊，你看兄弟们，我给小明拿肉肉吃啊，你看小明愿吃哪个，你们别总黑我兄弟们啊，好不好，小明我喜欢吃哪个不喜欢吃哪个我心里没数吗，对不对，我先起来三班，小明你吃哪个，小明你不喜欢吃这个吗，小明啊，小明不喜欢吃这个了吗啊，都给小明吃啊，都给小明吃啊，小明老爷只是让你心里头有一个啊，有一个落差啊，其实老爷还是比较心疼你的小明啊，啊老爷心疼小明啊，给你个惊喜啊，给你个大大的惊喜啊，哎呀翻车了，对小孩就不真心了，来来我跟你说兄弟们，这个大辣椒是真正给咱四米五吃的啊，这个、大辣椒是给咱四米五吃的啊，老四啊，你哥就你也配老四啊，吃啥的啊，不吃你吃啥的，张嘴张嘴吃，吃啥的，张嘴张嘴，老子快点的听话，吃好的，难吃也得吃，你看我揍你吧老子，你要怎么咬你儿子，你怎么咬他的，你怎么咬他你就怎么吃他，快点老子你别动，你怎么咬他你就怎么吃他，快点吃好的，糊弄我呢老子，你糊弄我呢，吃好的快吃，别闹别闹别闹，你别碰我别碰我别闹，吃好的快吃好的，老四快来，我是啥数，老四你不吃好的你看我老爷把你那两个马上给你揪下来，快来老四吃了吃了，我真我刀呢，拿刀给你揪下来了啊，老四快来吃好的，我给你揪下来了啊，我小迷糊吃的你不吃是不是，我要给你拿块新的，给新的行吗，吃吧，真的也写老四我真服了你这种狗了啊，那小迷糊吃过的你都知道，这两个是小迷糊吃过的，我给他揪一个他新的他就吃了，有洁癖这孩子，吃吧，到这个时候还他妈嫌弃你儿子呢啊，老四到这个时候你还嫌弃你儿子是不是啊，这大辣椒他妈都知道，对还嫌弃你儿子，吃了不能拖不能拖，张嘴张嘴，老子快来张嘴，反省吧老四，都是你的老四啊，都是你的，来讲你肉干吃啊，这都是你的肉干，今天都是肉干，今天不用抢肉干了小迷糊啊，今天不用喊一二三了啊，你想吃哪个吃哪个啊小迷糊啊啊，
想吃哪个吃哪个啊，都是小迷糊的肉干啊。四个稳当正能量，哎，你就不敢对小迷糊这样，不然咬你。我为啥要对他这样式的呢？小迷糊本身就听话啊。老师你说你多没心没肺，这大辣椒能让你吃出烧鸡的感觉了啊。老师啊啊，那烧鸡都没吃这么香，老师真的啊，你真他妈是爷俩啊，真的。老师你跟你真的，你跟小明你真是爷俩啊，啊都愿意吃辣椒，能整了兄弟们，能整了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前两天不是这样的，老师饿的估计一天了，估计不给他拿狗粮你看他吃不吃啊，不给他拿狗粮你看他吃不吃啊。欢迎妥哥啊，大家给老师的爸爸点点关注兄弟们啊，二号麦是我们家四哥的爸爸啊。粉儿有很多很多喜欢小明糊的，你们看老师吃不吃啊？老师，看老师吃不吃饭？啊？饿不饿，老师？吃吧。大辣椒，你吃哪个？老师？辣椒，你吃哪个？你给我吐了？吃狗粮。好吃吧，不能挑辣椒啊。好，这个辣椒一点都不能动，老师啊，我跟你说好了啊，这辣椒又不一点不能动啊，你敢动上辣椒你试试，我跟你说啊。木耳没了吗？木耳没有了兄弟们，木耳没有了啊。我也喜欢小迷糊，老师还有心情吃饭啊？他几天不好好吃饭了啊，兄弟们，他老师都几天不好好吃饭了，惦记石榴，惦记这个，惦记那个的啊。哎呀兄弟们，你们别带节奏了，知道我对老四太好的话，又该有很多很多人说我对小迷糊不好了，知道吗兄弟们，好不好啊？我感觉老四这样是挺好的，节奏挺好的，知道吗？他把咱小迷糊咬成那样似的，兄弟们啊，你咋把小迷糊咬成这样似的了，你瞅瞅，你像我你本身老四在里头，老师在里头反省呢，结果比小迷糊过得都幸福，兄弟们啊，你瞅给脸给咬的，你看这脸咬的啊，又给咬坏了，可恶呗，又咬坏了。好了好了，又让三维舔开了把伤口。都怨你。哎呀，让小明进去吧，小明啊，你迷糊。你又听话，三娃，你看见孙子惨不惨啊？三娃，你坐着趴着，三娃，你儿子好还是孙子好啊？三娃，还是孙子好，是不是？啊，老四，哎呀，老四都惯坏了，快门关上吧，一会儿咬你了，咬我是不可能啊，公狗，咬我不可能。公狗的自然属性不能拿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。
根本就白费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俩之间就是因为石榴干仗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并不是说老四小迷糊跟老四抢石榴啊。我们家老大的奶呀，小狗都吃不了去。你看小狗肚子吃的，哎，你这小狗肚子吃的，哎，你瞅瞅，圆咕隆咚的，啊，老大都不差奶，知道吗？有的是奶，那家伙小狗天肚子天天吃滴溜圆，啊，长得真快呀。人家的动物之间的本能涉及不到心疼，人家那是动物之间的本能涉及不到心疼。哎呀，老四吧，主要是雄性的事儿，知道吧，兄弟们啊？睁开眼睛了吗？没睁开眼睛呢，兄弟们啊，没睁开眼睛呢。嗯。生了两个啊，就生了这两个，多了没有，兄弟们，就生这两只啊，两只宝宝。这狗也不纯呐，哎呀妈呀，兄弟，我都跟你们说多一遍了，兄弟们，咱家这狗吧是拉布拉泰，那拉布拉泰本身也不纯呢，兄弟们啊。拉布拉泰本身也不纯呢，啊，老大是拉布拉多，一直咱家狗不卖啊，不纯不卖，啊，你说这狗跟小迷糊有啥区别，兄弟们，这小狗跟小迷糊没啥区别呀，生两只，老爷说不吃胎盘。老爷不说吃胎盘吗？胎盘，那胎盘的确是太那么恶心了。啊，谁说不纯？嗯，纯不纯的？我跟你说，俺家狗纯不纯的？就算不纯，啊，那比也比那个纯的好，知道吗？那比纯的好。你那纯的吧，他妈没人稀罕，知道吧？啊。跟存不存有啥关系呀？啊，兄弟们，跟存不存有啥关系呀？啊，非得提那个存不存，啊，对不对？跟存不存有啥关系？啊，自己家养的狗，我养个扒拉狗，对不对？我养个了扒拉个狗，我也稀罕它呀。啊，那有感情跟存不存有啥关系？对不对？啊，啥叫存？啥叫不存？啊，兄弟们。我就感觉咱家小迷糊是最纯的，小迷糊纯呢，我就感觉小迷糊纯呢，因为小迷糊聪明啊，对不对？纯不纯有啥用啊？一点用，一鸡毛用没有。哎，这狗不纯。嗯，怎么？我一看有人说我这个事儿啊，我就闹挺，啊，我就闹挺。啊，小明不聪明，给水呀、啊，哪个都喜欢，多懂事。感谢大家伙啊，来不要理黑粉，哎，我就闹挺，知道吗？不，没有这么比的，知道吗？没有这么比的，还有人来咱直播间啊？你没有谁谁家的狗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谁家狗可聪明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那有啥用啊？上别人家，上咱家直播间唠别人家的事儿，对不对？有啥用啊？
你说话你还生气，对不对？那主播还不愿意听。哎呀，我们永远是 i7 的，感谢大家伙啊。老大，你给老爷先先宝呗。嗯，狗粮多少钱一袋？狗粮149一袋啊。咱家那个狗粮，你可以领一个50米的券啊。老爷别认真，别上当。嗯，我不能上当。我最近我就哎呀，接受不了啊，不知道咋的，兄弟们，不知道咋的了。最近怎么接受不了别人的啊诋毁？啊，说小迷糊跟老四之间这个关系是由我亲手造成的啊，是我让老四跟石榴有关系的啊，小迷糊挨咬啊也是我造成的啊，是我让小迷糊跟老四抢媳妇的，是不是啊？小迷糊被咬成那样式的，你也不打老四啊？你这都咬成那样似的，我挖老四炖了，那不也是咬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把老四炖了有啥用啊？还有给说给石榴做绝育的兄弟们，我之前说过给石榴做绝育啊，我没给他做。都是来看笑话的。有的说给小石做绝育好，有的说给小石做绝育不好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做不做，说啥都对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上次给小明做绝育都给我爸够呛。不是黑粉，兄弟们，不是黑粉。哎，就是这个每个人嘛，都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其实大家不涉及到黑不黑粉，就一个人一个想法吧，兄弟们，我总得去做一种，知道吧？我总是得只能做一种决定啊，做决定了很多很多种方式，有很多人替我做了很多的决定，但是呢，我只能选择一种决定，就满足不了其他人。啊，行了，不唠这事了，不唠这玩儿。哎呀，你就做自己得了。那啊，感谢大家伙啊。不管说啥的兄弟们啊，不管说啥，你就算是我说到你了或者怎么地，知道吧？好听不好听的啊，我从来没说咱直播间有什么黑粉的兄弟们啊。感谢大家伙啊，我喜欢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感谢大家能来我们家直播间看我在这叭叭叭。如果你不喜欢我家狗的话，你也不可能来我直播间叭叭叭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也不可能叭叭叭的啊！谢谢大家伙，绝要几百，卖东西都要几单了。什么？啊！别人家的不爱看，就爱看你家的。感谢大家伙啊！咱们不要跟别人家比去，不要跟谁家比啊！人家做绝育多少钱？看看其他狗狗。老大跟哪个配的？老大跟二号麦配的啊，兄弟们啊，跟二号麦的小精配的啊。你们有喜欢的，你可以给点点关注我，兄弟们啊。就作品第一个狗，他家作品的第一个作品的狗啊，那个封面啊，那个封面就是他家那个，就是俺家老大的老公，这帮孩子的爸爸啊。但是呢，啊，这些小狗都挺胖啊，看不着啊。这帮小狗长都可肥了，看兄弟们，长都可肥了。让三幺进来呀，咱等会儿让三幺进来呀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想看三幺稀罕宝吧？是不是？想看三幺哈？想看三幺稀罕宝的话，就把老大关笼里头去。我让三幺进来，要不老大不能让，知道吧？俺老大指定咬三幺，嗯。真好，别撑坏了，我就怕撑坏了。你说这一会儿吃多些了，你看还吃呢呀？你看这肚子吃多了，兄弟们看，这是不是撑？老铁们，你说这是不是撑着了？啊，这小狗肚子是不是撑着了？这指定撑着了，那不用寻思，指定撑着了。
谢谢大家伙啊，走吧老大。老大一动不动，兄弟们，老大都不带动弹的，我跟你说。老大都不带动弹的。我让三文进来，兄弟们啊，我让三文进来啊。把老大关在里头，老大出来，老大出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进笼子，老大进来，来，三起来，起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进来，老大进来了，老大进来，老大来，你给我回去啊，走，让三歇歇啊，老大，进去。老四，让咱三个看看，兄弟们啊，没折腾小狗，兄弟们啊，没折腾小狗啊，我只是让人家三文稀罕稀罕，大家没见过，人家三文稀罕这个宝宝，是不是啊？兄弟们，你们都没见过，三文进来吧，三文来，老大不能叫，老大不能叫啊，那是妈妈啊，好老大啊，老大真乖啊，老大那是妈妈啊，没事，没事老大。哎呦，行了，啊行了，你俩别干仗。行了，别干仗。老大不喜欢别人碰，你看三文照顾孩子，兄弟们，你看三文会照顾孩子，三文比老大会照顾孩子，你看人家三文给舔的，看看兄弟们，三文会照顾宝宝，三文可喜欢了，这俺家三文的孙子，兄弟们隔辈亲呐啊！欢迎二迷糊啊！哎呀妈，大家给二迷糊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二迷糊啊！俺家小石榴的孩子，兄弟们啊，给二迷糊点点关注。小迷糊的弟弟啊，小迷糊的妹妹，兄弟们啊，四号麦，兄弟们给四号麦俺家小迷糊的妹妹点点关注啊。大家有喜欢小迷糊的妹妹的，再给小迷糊的妹妹点点关注啊。拉仇恨呢，这是，他俩不可能有仇恨，兄弟们，回头就忘了啊。老四和三文他俩回头就忘了啊。别这样，老大会伤心的，不可能伤心，兄弟们啊，不可能伤心啊。三牛，大家给那个咱家四号麦的二迷糊点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！三号麦是老大的主人，兄弟们啊！三号麦，大家给老大的主人点点关注啊！咱家这小小狗宝宝的老大的主人啊，给三号麦点点关注啊！你把老大放出来呗，老大放出来他俩干仗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老大放出来跟三文就干仗了啊！大家想买磨牙棒的啊，狗狗磨牙棒一米棒，三根加一块一米长啊，买一送一，兄弟们，咱磨牙棒下方小购物车39.9买一送一啊，在第六个链接。好，三你抱抱小宝宝，三你去抱抱小宝宝，你们抱抱他，三你抱抱他，抱抱宝宝啊，给三洗澡，没事兄弟们，没事，俺家三现在没事啊，俺家三不买，三你抱抱呗。三万，你抱我呗，三万。三万，磨牙棒买一送一啊，买大送小，啊，买大的送小的啊，特别划算，兄弟们啊。两个小狗你留几个？两个小狗现在咱定出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兄弟们，还有一只。不要了，挑事儿，不是挑事儿，我让三文吸烟吸烟去，你们知道吧？三文咋的？奶奶，老铁们，啊，那三文当奶奶，那吸烟吸烟，那没毛病吧？你看老大不管了，老大可懂事儿了，咱老大可懂事儿了，三文也没揍他，也不怼他，也不咬他。姥姥，你就是姥姥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
那三文也不怼他，也不咬他，也不抓我他，也不霍霍他的，对不对？还给他伺候他，还给他排便，对不对？那三文这是歇着呢，兄弟们，三文又不是说吃的，让他伺候孩子，知道没恶意。对啊，俺家老大现在都相信三文，感谢最熟悉的陌生人啊，欢迎啊，欢迎最熟悉的陌生人啊。老大身上咋回事？老大身上咋回事？这不是老大，这三文啊，这俩三文，这三文身上是俺家姑娘给画的，这面就没有，你看这面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他跟俺家姑娘在这玩，俺家三文吧往这侧躺，他往这侧躺，然后内侧冲上，俺家姑娘在后背给他画的。给三文画的，没事儿啊。圣母就出来了，就生了两只，对，就生两个，就生俩宝宝。三，你看那宝宝，去看去，三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去，看去那宝宝，看宝宝去，看宝宝是不是要尿尿了？三，看宝宝是不是尿尿了？三，看老二是不是尿尿了？三，你看老二是不是尿尿了？看看尿没尿？啊，没尿。老大尿没尿？老大尿没尿？老大没尿，你看三文都知道不打扰宝宝，兄弟们，俺这三文现在都知道不打扰宝宝，他看着宝宝在那睡着了，他不去打扰。三文非常非常懂事，看着宝宝睡着了，啊，也不碰他，你看就在旁边看着，啊，看哪儿埋汰，清理清理现场，啊，有狗粑的地方吃吃粑粑，是不是？啊，腿怎么了？腿没事啊，腿没事啊。多听话呀，这狗啊，兄弟们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三文孙子好不好看？三文大孙好不好看？三文，你给爸拿点大孙玩呗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拿大孙玩。啊，好啊，不拿，不许叫，不能叫。爸给他呼弄起来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三文，我给他呼弄起来。啊，别睡了，我呼弄起来。啊，行，好了，不啊，行，坐，不活了，坐下，三，那坐下，不活了啊，让舅舅歇歇，舅舅不太歇呢。三，你不能动，不能，我给你关起来了，三王啊，你太坏了，你这孩子，三王，这样式的呢，我发现你。隔辈儿亲，干啥呢？三文他妈发情到时候了，兄弟们啊！你看三文给尾巴啊！你看，给尾巴呢啊！我能配你？你可拉他妈倒吧你！你说疯了你呀啊！啊！你他妈给我尾！好了，你咋寻思的呀？啊，好了，咋想的呀，三文呢？啊，你在我这儿甩什么尾巴呀你？啊？那耍流氓吗你？啊？嗯，小狗不卖啊，小狗不卖。感谢大家来到咱们家直播间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大家想买卵磷脂的兄弟们，第七个链接，卵啊，我给你跪一小时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啊，求你了，三万，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别这样式的了，行不行？我错了。真的了，三文，我真的给你关起来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给关起来啊！老大出来，老大来，进去，你上这来干啥呀，三文？你进这里来干啥呀？
那是妈妈，老大啊，那是妈妈啊。你看三文也不还口，三文也不还口，你咬我呀，耍无赖呢，那是就想看看孙子。要是老四啊，说啥呢你俩？三位别叫唤了，他不让你带你就别带呗，他不让你管你就别管呗。回去，老四，回去，四哥，回去，四哥，往回走，进去。你配吗？现在出来，老四啊，啊，回去去，回去，回去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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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，退退，老四退，老四，你现在会退吗？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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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退了啊，给老师一个奖励呢，兄弟们啊，大家没点赞咱们点点亮，老铁们咱点点亮啊，给，操你妈，碰头了吧，老师出来，老师来出来，来过来，来好，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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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真的了，三文，你干啥呀你啊？妈，我真的给他关起来，真的给他关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哎呀，真是整不了，兄弟，你说我咋整吧？老铁们，你说我咋整？啊？我这一直播，三文就叫唤，真的，根本就不是水的事儿，老铁们知道吗？不是。你怎么？我发现你怎么你谁都想给搓澡呢，老四啊？不，你怎么谁都想给搓澡呢？你啊？闭嘴！老四严重太严，他最近上火，兄弟们啊，惯着跪着就好了，指定好，铁子，你放心吧，他指定好啊。老四指定好，三发情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老四啊，老四梗一宿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四怎么梗的？就这样，这样的梗一宿，知道吗？起来，他一宿都这么梗的，知道吗？我给他关着呀，真像，四哥闻着气味了。这俩狗，两个母狗都有气味，过两天就没了，就这两天有气味，过两天就没了。老大那生宝宝，老大还都是母爱，兄弟们，你就想想吧，老大那块气味更大啊，老大那块生小狗本身就有母性的那个味道啊，三发情有味儿。十月发情有味儿，兄弟们，家里头拢共就三只母狗，三只母狗都有味儿，啊，拢共就两只公狗，老四和小迷糊，啊，我寻思我把老四和小迷糊关一块儿，啊，能好点呗，对不对？做个伴儿啥的，没成想啊，那老四给小迷糊咬的呀，兄弟们，那咬的跟就跟老四，小迷糊那脑瓜子好像长在了他妈的。啊，那个牙印儿上，浑身都是眼儿。小明又总挨揍，不看公屏自己白活吧。
哎呀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公屏，知道吧？一般说我不看公屏的人，是我肯定没回复到你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啊，咱直播间6000多人，兄弟们，6000多人，你就想想啊，咱直播间6000人说话，我如果回复到每个人的话，你就不用说别的，兄弟们，我就光说谢谢我都说不过来，知道吧？6000个人说话的话，我可能能，我这一个小时直播，我可能也就能回复30到50个，知道吧？几率是多少呢，兄弟们？几率是1/2，也就是200个人说话，我只能有一个才能看着。咱不知道老四今年是怎么回事的，兄弟们。哼，我就跟你唠的实在嗑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啊，你可能有好多人说38你有点太邪乎了，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邪乎啊，啊，就差我那条裤衩子了，其他地方全留味了。你说邪乎吗，兄弟们？你真没见过公狗啊？那老是抬腿往腿上呲，你说他现在啥样吧？啊？所以我现在不能放老四，你放7吧，7还叫唤，咱7还叫唤。7吧，你放出来他叫唤。哎呀，狗太多，这就狗太多的事，真的，咱这个小狗我也留不了了，咱小狗我看呢，兄弟们，老铁们，你们感觉3爸现在这个架势，我现在这个程度，咱家这个狗我还能留吗？我根本就留不了吗，兄弟们？你不能叫唤了，三毛啊！有想买牛粒的兄弟们啊，大家可以买袋牛粒吃啊，给自己家狗狗啊，牛粒非常划算啊。39.93罐牛肉粒啊，也是265克，兄弟们，265克一罐啊。哎，老铁们，你说咱家如果再留一只的话，你感觉，老铁们，你说咱家如果再留一只的话，小迷糊还能不能活了呀，兄弟们啊？小迷糊还能不能活了？我就不说别的，兄弟们，我就不说别的，我给你算一下子啊，兄弟们啊，老大，他一年发2次情，啊，16，一年发2次情，7。一年发2次情，如果咱再留一只的话，一年又发2次情，8，啊，兄弟们，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有8个月，啊，狗狗都会发情，兄弟们，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家老四和小迷糊他俩之间的斗争。会持续8个月之久，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？会持续8个月之久，那家伙那给老四整的，兄弟们，还有一点，如果咱给老四买媳妇的话，咱以后肯定会有一天我给老四买媳妇，那将会发生什么呢，兄弟们？家里头有5只母狗，一年发情10次。也就是说，兄弟们，我们家老四连个寒暑假都没有啊，兄弟们，老四连个寒暑假都没有啊，啊，小迷糊就拉倒吧，兄弟们，小迷糊他已经做绝育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还能留吗，兄弟们？啊，他跟小迷糊得月月都干仗，小迷糊脑瓜上月月都得带踩。月月都得啊，算了吧，你说你想没想过，你想没想过，因为他们不是在同一个月份出生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俺家老大
它是一只母狗。老大是在哪天出生的呢？5月29号。啊，小石榴是8月份出生的。啊 ，Seven 是11月份出生的。真事儿，兄弟们，如果这要是家里头有10只母狗的话，很有可能每个月都有狗发情，知道吧？每个月都有狗发情，就是说每个月都有一次机会，老四有一次机会看电影的机会，就是啊，在老四面前跳艳舞啊，那给老四折磨的老难受了，兄弟们啊。哎呀，我也很牛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家里头全是母狗，他娘的，全是母狗。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给小老四做绝育。兄弟们，你就是说给老四做绝育能好使吗？我觉得不能好使，我觉得肯定不好使。就算是给他做了，兄弟们，他只不过是没有啥的呢，没有啊。生小宝宝的功能了，兄弟们，老四啊，没有那个什么了，没有小狗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绝对不会说影响不到老四的思想，兄弟们，因为老四曾经啊，老四曾经是一位啊小伙子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把大脑给他换了，对不对？我感觉老四一样难受，我觉得老四一样难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一开播没别的事儿，就是讲今天啥活动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你们看那带货主播不就是吗？啊，天天讲今天有啥活动，对不对？鸡汤里放的啥？Seven， 你别叫唤了，你干啥呀？你倒是啊啊！这怎么这个肉干？我发现非得吃饱啊啊！那吃一个两个的得了呗。Seven 喜欢吃这个肉干啊。大家有喜欢吃又想买这个肉干的啊，老铁们，铺直溜，每回都铺不直溜，铺不好。我想看看宝宝，那大家在这看会儿宝宝吧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在这看会儿宝宝，看看家老大。哎呀，老大，哎呀，老大现在离不开这些宝宝，兄弟们，老大离不开这些宝宝。嗯，上哪都行，哎，就离开宝宝不行。嗯，被子太轻了，还得买个厚的，专门那个厚垫子，是不是？大厚垫子是不是啊？啊，嗯，买大厚垫子好了。哎，大家想买咱家这个饼干的啊？顽皮饼干400克一袋，兄弟们啊！把鸡肉给小迷糊吃，兄弟们，给小迷糊吃个鸡肝，小迷糊补血。小迷糊啊，给来给鸡肝吃，看，好吃，出了一大堆血，补血了，给你来，来吃啊，给小迷糊，来给补血吃。嗯，那小迷糊脸好点了吗？小明啊，来看看你的脸，你看看大脸，大脸盘子，好点儿。让小明在这里待着。给狗狗吃的啊，只吃苦瓜。吹云层过海，那把拽门。小石榴过来，小石榴。小明，这啥嘛？又。哎呦天哪，又得去洗手去了，又得洗。坐好了，石榴，坐好了，不许动啊，贵东西不能吃啊。我还拿这么低干什么玩意儿，拿高点儿，拿这么低干什么玩意儿，不用这个垫儿。哎，又得洗手去，离了啥玩意儿，
把鸡骨头挑出去，嗯，把鸡骨头挑出去，肉挑出来，过来了。大狗太能叫了，哎，大半夜的真的闹死我了，兄弟，真的，那大狗太能叫唤了。这肝儿白瞎了吗？这不是咸了？嗯，把肉捞出来，这汤还能喝呢。大家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！但是你可别叫唤了，四哥，真的，我一叫我踢死你。小迷花，这怎么一个叫不跟着叫呢？我真服了。石头，石头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石头，来。不是你干啥呢，三？我想知道你干啥呢？来，我看你干啥呢？啊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有人外面，好了，没有了，剩全他妈撇了，这全撇了去，汤给老大留了，汤给老大喝啊。乌鸡汤给老大，给老大喝汤啊，兄弟们啊，没多少玩意儿，兄弟们，这几个狗一分没了个屁的了，啊，先给老大看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让他吃一个吧，这个肝儿，看着好埋的，乌鸡，兄弟们，乌鸡啊，本身就瞅着就埋的，啊。那行，你喜欢吃啊，都给老大吃得了。嗯，乌鸡本身就埋的，兄弟们，那本身就黑的，那连骨头都是黑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没看着吗？啊？啊，老大别吃太多，吃点得了，一个小狗吃点得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行，一个小狗吃两块。好，行了，老大别吃了，你照这个，兄弟，你照。这骨头都是黑的，乌鸡骨头都是黑的，兄弟们，起来，三个来，起来给小明吃点啊！大家想买饼干的兄弟们啊，大家整点饼干，大家拍点饼干啊，15块钱一袋，兄弟们啊，咱俩饼干啊，哎，小明吃点这个好，小明吃点这样大补。小明，先起来，等我给你吃。小明来吃吧，是吧？那小明一时，他好像有点不敢相信呢。小明啊，老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老爷怎么不让他爹揍他了呢？啊，老爷平时都不让我吃东西啊，这种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么好？是不是一会儿我要挨揍啊？小明，我说，啊，
是不是有点碍手这是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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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吃了，好了啊，吃三吃点啊，三娃，我给老四拿两块。好了，这你俩吃了吧，三娃，你俩吃了吧。啊，兄弟们，我给四哥吃两块啊。哎呀，老爷想着你呢，老四。你以为老爷不想着你啊？啊，啥不想着你啊，老四啊？啥不想着你啊，老四？好不好吃啊？四哥，好不好吃啊？嗯。有吃就不错了。你看你们俩。少了。哎，好好喝了，大汉。他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，老四啊？啊？这么一惊一惊一乍的，一惊一乍的，老四你。老大你喝不，老大汤好油，汤不油啊。啊，老大，我给老大倒的时候油我都催了，这汤太白了，知道吗？这汤就是太白的事儿，不热啊，兄弟们，来，老大喝汤，多喝汤，对，多喝汤才有奶啊，不是让你下奶的啊。大哥萌娃娃真可怕，大哥也不爱说，但是大哥爱你，大哥也不爱说话，但是大哥爱你啊，感谢啊。四哥生气的没得吃。你都塞吧，兄弟们，你都塞吧，又开始叫了，塞又开始叫了，给塞吧喝点来，塞吧，老大来喝点汤吧，好好喝啊。就一个小狗啊，总共是两只小狗，咱家两只狗狗。不喝拉倒了，给塞吧喝点，塞吧喝点，塞你喝不喝，咱们来。三姐喝不喝？在吗？喝不喝？喝，你俩喝点，啊，明天再给哦。感谢大家伙，是吧？不会打脸吗，三吧？不会打脸吗，三吧？你吃吧，吃吧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不管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不管了，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三碗喜欢吃，倒少了，再给倒点，那让大宝贝倒点啊，大宝生气了，爸爸看你先愿意吃，咱再给你多倒点，好不好？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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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咱这小馒头12块钱一袋，兄弟们啊，12块钱一袋啊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一袋是220克，这个小馒头，这主播不搭理人呢。好多人问问话不理，问啥话啊，兄弟们，我真的，我你们问什么话啊，鬼子呢，小迷糊，塞文是苦瓜脸呢，还有问啥的，兄弟们，我看啊，还有问啥的，汤都被石头喝完了，喝完喝完吧，兄弟们，喝完了喝完了，咱明天再给他们熬呗，是不是？我还有问啥的啊，老板，老四卖不，天气冷了，你看兄弟们，你说这样的话题，你说我看着了，我回答你有啥用啊，哎呀我的妈，你干啥呀，蔡文呢，啊，你说兄弟们，你说有人问我老四卖不卖，你说我这话题我有必要回答吗，兄弟们啊，不看了真堵心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为啥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知道吗，我如果要是一直回复大家问题的话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吗，
啊。你说兄弟们，你说你们问一句我答一句，问一句我答一句，那样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吧？我得有我自己的想法，知道吧？我每天我直播的时候，我现在我要干啥，一会儿我要干啥，我得有我自己的思路，知道吧？三，你不能叫唤三娃啊！你想吃苹果，爸爸给你苹果吃不就完了吗？三娃，是不是？爸给你苹果多少钱呢，老铁？对不对？就像你这个问题，你就说吧，我卖多少钱呢？啊，狗不喜欢吃。我白给你啊，还是怎么的，对不对？白给的话就好了呗，是不是？三文你别叫唤行不行，你出来，来又上鸡巴门口来了。三文对门口可敏感了，我跟你说兄弟们，三文对门口可敏感了。我一看他上门口去，他指定要叫唤，知道吗？是不是贼来了？他是不是想出去，看到脏东西了？你家卧室门口是不是有人？没有人，啊，没有人，主播给四哥吃点儿。马四，小迷糊不吃，不代表别的狗不吃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那小迷糊天生他就那么砸我场，老四肯定吃啊，那还用寻思吗？你别出来，来，你别出来，来，你给我进去，给我进去，来，你啥吃完啥出来，来，老四，我发现怎么不像你呢？最近呢，啊，我发现你这两个公狗平时都那么，兄弟们以前都喜欢吃这玩意儿，怎么就不吃了呢？我发现你，老四，想不想出去玩了？你真是不是以为不知道我不会生气呢，老四啊啊！啊，好好，四哥，求你了，求你，求你了，求你啊，四哥，好好，四哥，四，好好好，四哥，好了，错了，我错，来错了，来错了，啊，来错了，四哥，啊，好好，四哥，你们这你都吃进了，啊，我来错了，来错了，来错了，四哥来错了啊，错了，错了，四哥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四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四哥，来，对不起你啊，好好好，孩子，好孩子啊，嗯，好好好孩子。四哥真听话，兄弟们，四哥太听话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嗯，嗯，那好，是吧，是吧，四哥，啊，四哥听话，四哥，老爷给你找媳妇儿，真好，老四你吃完了，老爷给你找媳妇儿，老四啊，看你吃完，老爷给你找媳妇儿，好吧，真事儿，是老不老，你放心吧，老爷这回再也不骗你了，老四，真不骗你啊，吃吧，四哥你放心，大胆吃，四哥，啊，吃底下，四哥。你别让我这么着急行不行，老四啊啊，你别让我这么着急，老四吃底下的，四哥，好好，真给你找媳妇了，四哥，哎，好，四哥听话啊，四哥还算是比较捧场的，兄弟们啊，四哥还是比较算是捧场的啊，主要冲找媳妇吃的啊，四哥剩俩了，四哥真是四哥，四哥不多，就这俩粒儿了，四哥多了没有了，来不给你加了，来不给你加了，来四哥来不给你加了，就这些啊，小明你要干啥呀，你要吃啊，哎小明来你吃吧，老四吃点大饭，谁说是我家四哥不吃，兄弟们，谁说四哥不吃小馒头啊，
这小馒头卖12块钱一袋绝对值。啊，找什么媳妇儿？你找媳妇儿啊你啊？不找。要不然你吐出来，老师来。要不然你吐出来，来。要不然你给老爷吐出来。一晚上没喝水。倒水看不见吗？倒水看见了，兄弟们，我看上了啊！我想四个倒点水喝啊！再弄个厕所，在屋弄个厕所，我不让在屋里尿，兄弟们啊，不让在屋里尿。四哥，你过的，你这日子过得真好啊，老四啊，你这日子过得真好啊啊！老师还得在里边关几天，兄弟们，老师还得关几天，嗯，小明啊，看脸好没好？看了吗，兄弟们，看了吗？多狠吗，老师？就你那当爹多狠吗，老师？啊，就你，老师，还有水喝，还有肉吃，啊，还有小馒头，还有大辣椒，啊，老师啊。你看小迷糊啊，用碘伏消毒，消了。你看你咬的，老师，看你咬的，看看，你看看，看好了吗？兄弟们从这个角度看，老铁们你们从我这个角度看，看了看小迷糊身上有多少个眼儿啊，脸上、眉毛顶上看了吗？看几个眼儿，这脸就四个眼儿，看了吗？啊，你们瞅瞅，老师，这是你儿子吗？啊，咋的？你看是你儿子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老师，我关你这里都是轻的，知道吗？以后你别出来玩了啊。老师已经从来没挨过关，兄弟们，老师现在得关起来，嗯，俺那四个关起来，平时吃的也不好，喝的也不好，还上火，嗯，能理解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能理解，是不是？哎，关键俺那四个铁粉太多了，兄弟们，四个铁粉太多了，嗯。那老四收一点蛐儿都不行，四个咋整？四个，啊，哎，四你哭吧，老四，啊，哭吧，再显显神儿。感谢大家伙啊！直播间3800人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给没点关注，再给点点关，给三元爹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伙啊。正常晚上我出去遛狗的话，都得把小迷糊的嘴给它封上，知道吧？啊，就小迷糊那叫吧，别的没啥。该说不说，你直播太晚了。哎呀。咬完老实多了，现在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说我有时候白天我遛狗去总带小迷糊呢？因为真的你不带小迷糊，小迷糊真是叫唤呢，一叫叫一天呢，啊，真叫啊！看小迷糊的伤口，我等会给你们看看啊，兄弟们。